同学们好，你们还好吗？你们看到小猫吗？这个，今天这个小。这个的中文书，这个是我的中文书，然后我写几个，大家好，我是阮思清，你们看到吗？这是我，你们看可以吗？看到吗？等我一下，这是我，我是阮思清。今天我会告诉你们的一天怎么样。我的一天，你好，我是阮思清，阿英。我的一天开始，当然。我六点半起床，Good morning, good morning。起床后，我要喝一杯水，我感觉一杯水正好，喝水。早上喝水，身体很好。然后我一边听音乐，一边洗脸和刷牙。我一边听音乐，一边洗脸和刷牙，然后我转衣服，7:25，我骑摩托车去上班。山路中，我买我的早饭。我常常吃面包，或者面，或者玉米。我喝牛奶。8点我上班。8点我在公司上班。我用我的电脑工作。上午我有10分钟休息，然后中午我们有1个小时休息和吃饭。我常常吃米饭，我们看在公司吃午餐，有米饭，有青菜，这个鸡肉，这个鱼，这个哪里？
这个青菜，这个猪肉和碳，然后下午我一点继续工作，继续工作。下午我们也有10分钟休息，3点到3点10分，我5点下班。一三五晚上我去学习汉语，下课后我去吃晚餐。你们看，今天我吃牛肉粉，我喝柠檬茶，10点，我睡觉。我的一天是这样，你们呢？你们可以告诉我吗？谢谢大家观看。